片波斯菊花海迎风摇曳，粉色、紫色，梦幻花开景象，美不胜收。同时盛开的还有百日草，花开美景就在台中武林农场，吸引不少游客上山赏花。风景很好，然后后面有很多那个波斯菊，很漂亮。百日草及波斯菊花海逐次盛开，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月底都是最建议的观赏期。而在福寿山农场则迎来了全台最早枫红，一整个山头几处枫红，秋意浓厚。而赏花赏景的好去处不止高山上，来到平地台中外埔也有赏花秘境，一整片江荷花绽放，梦幻粉色，宛如童话仙境，很棒很美，真的一定要来走走秘境啊，走走步道。趁着花开时节，游客抢拍美照打卡，国庆连假就快到来，国旅旺季也跟着来。但花东地区受到赈灾影响，退房率已经达到五成，观光局也研拟方案，结合国旅补助，将花东旅行列为特别加码，最高每个旅行团可以领到4万元补助。三立新闻吴中哲台中报道。